今天球季就是希望能够就是能够顺利拼上一军，只把自己的成绩更往上啊，然后帮助球队赢得最好的成绩，这样子。再做更好的训练，然后更扎实，就是保护自己在新的球季，就是身体上面不要有落差太大。寻求卫冕的拉米戈桃园十六号在屏东球场开始春训，刘建廷领队希望选手们要在这段期间打好根基，准备迎接3月24号开幕战。大家打到这边技术我想不会差太多，但是就是比一些些微的一些细节，那球团也是勉励自己，就是说在后勤这方面把它做得好，然后让选手可以无后顾之忧的在场上尽情的拼搏。那台语说那领金是不高哦，爱个钉金哦，就是精益求精嘛，就是说你勤快的练习只是让你的身体形成一个保护膜，就是说比较不容易疲劳，比较不容易受伤。那技术层面的话，你就是要练到精。去年拿下总冠军的两大功臣陈俊秀和朱玉贤双双获得加薪肯定。新的球季，两人也都设定好自己的目标。重点我就还是打击上吧，还是放在打击上，还有守备，因为就是现在位置就是内外野嘛，就是把守备的稳定性再加强，然后打击的。得点圈的打击率在提高，这样就是应该自己设的一个完成的目标，这样。自己的想法就是，球队既然就是对我就是期望还不错，那我就可以再为这个球队就是继续付出啊，然后加倍去付出这样。王一正、郭彦文等资深球员在2月1号报到后全员到齐，15号年轻球员将前往石垣岛与日职罗德进行交流赛，28号与北海道火腿斗士的比赛则由开机一军主力出征，持续备战2018新球季。